这个董伯伯，那么明天呢啊，就是311啊，也就是这个该死的阿修罗啊，这个隆重上映的日子。那么爵士在这里呢，祝福娄艺安导演还有所有的演员们啊，那么能够啊有很好的成绩。那么听说啊，绝对不是听说，是刚刚啊，刚刚联访的时候呢，啊，娄导也说啊，如果他这个票房过5000万的话呢，啊，那他这边就会在宁夏夜市啊，就会办所谓的千岁宴。请大家吃饭，请工作人员吃饭。那么如果呢有破1亿的话呢，啊，那个小莫就要跟这个一位男演员，一位女演员啊，那么就是打击10秒钟啊，那么这个当然希望他们啊能够破亿。OK， 在这里预祝票房上岸。Okay.